这里是艺人陈婷婷父亲陈义良的住处，他因为积欠税金418万，25日被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人员管收，而在31日，他获得释放，结束为期7天的牢狱生活。释票上的释放理由是义务已全部履行或执行完毕。陈婷婷父亲先前说自己已经高龄70岁，没有工作能力，经济状况不佳，不愿意缴纳欠款。但陈婷婷紧急请律师协助后，家属已经帮他把款项通通缴清。彰化分署在缴清之后，马上核发释票，在今天下午2:31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个被管收人。释放。陈婷婷日前出席活动时，被问到自己父亲被管收在看守所的遭遇，陈婷婷当场忍不住落泪，说会勇敢，会拥抱智慧，还说作为子女，希望父母能健康平安。目前没有办法联系，就是过年。现在陈婷婷的父亲已经被释放，也能回家度过清明假期，但陈婷婷和经纪人面对媒体关心，则是不愿再做回应。华视新闻黄傲天、江玉文台北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